小川的日常，你摆鞋的谁看懂啊？对吧？对的。所以我们要叫警察吗？对啊，你上次不是问过我了？对，那叫警察吧。好，警察。希望警察会来。有什么事吗？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地震吗？当然是啊。哦，地震的话，我会请 MT 工程公司的挖土机来帮你们修复的。当然人也是用挖的，车也是挖的，反正就是只要被地震所破坏的东西，保证挖起来。哦，好。挖土机应该快来了。哦，挖土机来了。